看见没有？嗯。啊，白金啊。首先拆掉支架，检查它有没有进水。你看这些线路，它都是完好的。白瓶的话，一般是这条线，第二条线，这些都完美的。还有这边的第二条线是白瓶，它一点进水痕迹都没有，是吧？它这些地方也没有折到，也是很完美的。这地方都没有那种断裂的痕迹。那证明这个的话就要把这个点刮开，如果没有万用表测的话，就刮开这六个点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就这六个点把它刮开，然后就随便飞6飞11，如果不显再把线切掉，然后7飞10还是不显，就把它再切掉，就8飞9一飞，如果还是不显，证明就要换牌。如果一飞它显了，就是这两个点坏了，就把它两个点其中一个点坏了，把它接起来，现在就把它接起来。弱点不好用，很难散失。嗯。白瓶是这一边，绿瓶是这一边。然后现在又测一下这个瓶，它就有显了，只不过没电了，它就显示正常了。嗯。听见没有？嗯。